现在又有一位弟子走向前台，向大家展示的是一块普通的玻璃，而接下来这位弟子在运气完毕之后，将为大家展示气功绝技飞针穿玻璃。运气了是吧？现在三弟子手里的是一枚细小的钢针。接下来他将用手里的钢针刺穿玻璃，刺破玻璃后面的气球。非常感谢大家热情的掌声鼓励，我们期待这位弟子的再次尝试。Yeah.